好了，接下来这位评审老师呢？哦，这位是我们台湾目前所有线上街舞老师当中可以说是最资深的一位，他就是来自我们八百龙 The Party 我们的街舞斗士阿伦老师。腰筋还是相当的软，感觉很像十几岁的这个少年一样，相当的厉害。